余文乐上年年底突然迎娶台湾皮带大王千金黄棠云，话咁快太太五月份已经为佢诞下仔仔 Cody， 荣升爸爸嘅乐仔，唔止时不时会喺社交网站分享仔仔嘅相，呢日公开现身，首次同大家分享为人父嘅喜悦，乐仔全程都笑容满面，开心 share 凑仔经啊！夜晚嗰 part 我主打啦，系啊，我主打夜晚，我。太太即媽咪是主打日頭的，拍戲輕鬆啲定湊啲生活？絕對是拍戲輕鬆嘅。咁啊，但係嗰 part 就開心啲，即係好難形容，因為佢係好即係會令到你會好攰啊。咁但係即係你又會好 enjoy 咁都好難去咁比，即係。是開心的，一定是開心的。你現在餵奶啊、換片那些都很熟手的了。換片我真的不行，搞不了，搞不了。餵奶我，你現在試過了，已經餵奶我是都很高級的了，現在可以餵到塑封餵奶這些。是不是哄嬰兒睡覺有些轉招啊？我是啊，就是要不斷地走來走去，抱著走來走去，是啊，走上走下。乐仔为臭 B 推咗唔少工作，损失超过几百万。乐仔话唔想 B B 一出世佢就去做嘢，不过都要赚奶粉钱啦。唔会太减产嘅，咁我都要搵钱嘅。你而家工作计划点啊？都系接住方面，都系拍戏咯，系啊。咁啊，系啦，休息完再翻去做嘢。咁自己而家又唔系好想，系好矛盾，唔想去做嘢。系，咁会唔会增产咧？即系生多个 B 咁样？会，即系都唔会话，即系可能唔会话生一个咁样嘅，都可能生几个。可能一两个、两个啊，至少咯。因为我太太系即系得一个女，即系自己长大咁，变咗佢好想，即系觉得有个伴，小朋友有个伴会好啲嘅。咁都我都认同。讲到曾经多次合作的拍档黄秋生日前承认有私生子，令不少人哗然，乐仔就有不同看法。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嘛，我觉得学会尊重，别人要尊重其他人的事情，他不影响大家就行，他又没有影响到大家，大家就尊重對方，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故事在這裡嘛，每個人都會不一樣嘛。做爸爸的喜悦認真大啊，樂仔這天真是心情大靚，有問必答，不過他不只疼仔仔，都很疼老婆的，早前就帶同老婆去意大利旅行，玩得很盡興啊。